于婉宁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录音机。哎，这破系统，我想要的是录音笔，谁知道给我整了这么一个破古董玩意儿来。录音机系统，录音笔。于婉宁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娘啊，他方才都说了什么？不只是莫汉语醉了，他也醉了。哎呀，我也醉了。你除了调换三哥的悔过书之外还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呀，我想把这件事推到你头上，在大哥面前暗示了两次，但大哥太蠢了，居然没猜出来我要暗示他什么，我只好来明王府找你了。找我做甚呢？暗示你啊，这件事是大哥做的。哼，你是不是脑袋有些什么问题啊？你脑子才有问题呢，英英说我是天下第一聪明。嗯，好好好好好，你聪明，你聪明绝顶。那是，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哥其实对老三也很不满。莫叶有些头疼，吩咐如玉送回汉王府去证明。好了，说好了。哎，你不是喝醉了吗？这会儿又不醉了。这玩意儿怎么用呢？你是从哪得来的？我在大街上随手捡的。本王怎么从未捡到过？这种东西应该不是那么随意就可以捡到的吧？老实交代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嗯，你听。哦，我晌午在宫里偷听到你和大哥谈话，说什么什么老三的悔过书是被人给调换了。是我给调换的。意外吧？你们没想到吧？莫叶震惊了。王妃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也太神奇了吧。我就喜欢你们这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叫录音机，怎么样，没见过吗？岂止是没见过，属下简直闻所未闻。你跟本王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动手动脚做什么？